有没有天天顺畅的中药饮？有，除了这个，我们也推荐一个中药饮，就是很简单的玉竹，之前都有讲过，滋阴润胃，大概10克，然后沙参大概20克，再加上一点米煮成这个沙参玉竹粥，保证吃了不玉竹不卡卡。变成粥，因为粥的那个水分含量比较多，膳食纤维也比较多。其实是这个意思。哦，了解了。好，那那个时候泡水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其实像这种药膳粥煮法哈，一般我们是把这个药材我们先做个过滤，就是说先做个大概煮半个小时焖，然后把药材去渣之后，那个药汁拿来再煮粥就好了，汤底就对了。对对对，你才不会在吃粥的时候又吃到一些药材，就是小朋友对药材的味道比较敏感，你还可以稀释那个浓度。所以一般粥品的煮法是这样建议的。那这个本身会有什么味道？就是我要搭什么食材会比较配？它几乎没有什么味道，它就是像百合或者是像莲子那种味道，很清淡。很淡的味道，搭配这个一包应该也 OK 了，也可以上去。对对对，但是不要太高温就对了。啊，对，因为煮好之后放凉，然后吃的时候就是冷粥这样吃也是 OK。所以这也可以煮绿豆薏仁汤吗？可以的，可以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中药饮的以外呢？哎，营养师有没有这个大家不卡卡的一个最好的饮食组合？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哈，就是拿把一些高纤的食物组成了一个三餐哦，比如说像燕麦片、好全麦吐司、好芭辣、好这些都是含膳食纤维很高的。那另外就是午晚餐，比如说如果可以的话，像糙米饭或是煮糙米粥，或是像刚才中医师用，我们把那个就是食材煮成粥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。那另外就是一定要记得哈，要配青菜。可是大家有个概念，就是所谓的就是要选择高纤的青菜。比如说像是秋葵、玉米笋、菜豆都是属于纤维含量比较高的。那如果说生菜沙拉哦，或者是美生菜太多了，其实相对纤维含量就没有这么多这样子。那里面都没肉啊？没有啦，肉另外加，对不起。因为肉是低渣的食物。对，肉是没有纤维的东西这样子，所以麻烦肉另外加。在里面。对对对。那你底下总计33.1公克，这是指纤维量一天总和的标准。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会过了，因为所谓的高纤饮食要30公克，所以就是33公克，这大概告诉你们一个概念这样子。好。所以饮食当然很重要，但是如果你要不卡卡的话，运动也很重要。有生活作息压力的宣泄，请大家全面的配合。好，祝福大家都顺顺顺。哎，谢谢。从里到外都是毒。它因为机器很老旧，所以它印出来可能没这么漂亮，所以它把其他脏脏的地方擦掉。反正想说，玫瑰它擦在外面，你吃不到吗？因为它吸走了这边挥发性。可是你有发现，我们餐盒他们通常送来的是这样叠成一叠。哎呦，对，盖在里面。明天晚上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